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，黄瓜、胡萝卜、辣椒油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准备好黄瓜、胡萝卜、土豆，把土豆切丝，把黄瓜、胡萝卜切丝。锅中放开水，加土豆丝烫一分钟，捞出备用。把黄瓜和胡萝卜加盐腌制一会儿。准备好辣椒油，加入土豆丝，入辣椒油，味精拌匀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烫土豆时要多烫一会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